我可以一顿饭吃下3斤的牛肉，半只烤鸡，一碗炸酱面，还可以3天3夜都不用睡觉，像疯子一样在雪地里翻滚。我觉得我上辈子应该是一只骆驼。有时候想一想，我如果没有一点点本事，我当年剩10元美金，从旧金山下飞机，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活过来。所以从此之后，我不再担心钱，因为有时候我比任何人更仇恨钱，更仇恨人类，更仇恨这肮脏的一切。